兄弟，胳膊腿不都在吗？这咋就把日子过成这样？来，来根雪茄吧，高兴吧。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，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。阿姨打扫房间，好嘞。以后这细节都注意啊。我留下。爸爸，看书有什么用啊？多读书啊，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那你说咱家人都这么爱看书，咋还能那么穷呢？儿子，记住，任何时候只要你喊一声爸爸，爸爸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哎哎哎，马成刚，哎，哎，你大爷呀！哎